都用鼻针的卫生巾，没有，好恐怖哦，用鼻针啊，好恐怖哈，嗯，不笑人呢，鼻针 ，OK。短的，那我就塞进去，这样子好能看到。那长的这部分呢，我就在头上面就要绕圈。圈对，这样子。看脚就很简单。是爱心眼的。嗯。然后这里一般女孩子会这样子 loose， 就是要走路的时候会飘飘的，很漂亮。那我就用再来用别针哈。像我当头针不是背针，固定一下哈，就 OK。OK， 那看谁？好，看一下。哎呀，用冰针嘛，大头针啊。OK。哎，大头针，刚是怎么插进去的？这个小棉花，用冰针哈，冰针那个。对。边，边子折进去 ，OK。你刚刚怎么没有折一点点？没关系，我觉得要露一点。哦，不用别针。用别针的方法。实际上，也可以用到，就是说要露一点头发，因为他的脸比较小，所以，对，这样子 OK。然后，因为他的料子会滑，所以一定要用到。OK， 一支低的别针啊，这是第一步，大头针啊。然后就是长的部分，在头上面要绕圈。绕一套卡了阿贝啊。好。谢谢你要走的时候要送给我的礼物啊！换大了，no！ 这个要塞在里面。有啊，有埃及的 feel 哦。这个需要别留下来，留下来去就好了。OK， 就放在头上面这样子。让我看看你的烟，后面比较短一点，把后面就这样子，可以用手把它放起来嘛，这样子固定一下，可以吗？用手固定一下，这样子 OK。然后前面呢，一样，很简单的，然后呢就继续走，用这个。帅哟！不像啊，太远了。OK。然后后面的 OK 了。然后怎么那么简单呐？做那么简单，这样子太简单。我有钱，那个石油大亨是不是花老王？没有。花老王没那包了。两边，因为他的脸看不。所以两边就塞进去，这样子好。后面长的部分啊，有几个方法，一个是这样子 ，OK。或者如果有插尘包的话，或者想让我不认得的话，是这样子。然后这里塞进去，男生根本不用别针。这好不好看呢？好帅哦！他一边长一边长一边短吗？对对对。但我来加起的，我一边长一边短。来，老师，再一次。这个如果是长头发的话，那等一下还是要包一样，好不好？然后，可是老师，现在这边是绑的是正中的，不是刚好像还侧面的。如果是油头发的话，我们就假装做大的那个，好像他有很多的头发的样子。这个一般用两中年。所以如果你们有买这个回去送人的话，顺便教一下怎么用。谢谢。好快怪的，因为没有别针，所以呢，没办法。放到你哦，你那天怎么就这样看你？还是想想报销呀？啊，你来放到水上，你想要饿？要动啊！无，一直讲想要饿，想要饿，哪会晓放啊呢？会想要饿？我感觉这样做难呢。放到水上，你到时会哪会？我先包，然后等一下天气到，天气到怎么？好不好？
人会看你是，你是安怎啊？会问我你是安怎啊？那你是爆料无够少。